还有心思在这里喝水。加的快一点，磨磨唧唧的干了一早上，活没干出来，才干那么一点点，速度稍微快一点。好的好的。达明。哎，宇哥。哎，小月。对呀，你总上来了。我今天正好在这里工作顺路呢。你们两个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我们下来打零工呢。打零工，不去打竹笋吗？今天下雨，所以没有去。天气这么好，哪里来的下雨呀？今天早上是下大雨的，现在又出太阳了。那在家里面休息也可以的呀，对不对啊？闲着也是闲着嘛，所以就下来打零工了。哎呀，休息一下嘛。你是谁啊？拿个手机拍什么在这里？我的朋友，我跟他们聊聊天。你影响我们干活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拿个手机拍什么？不是，你别动手，你谁呀？你谁呀？宇哥啊，他是我们的老板，你先回去吧。哦，老板是不是啊？回去吧。不是，我跟他们聊聊天，应该没事吧？你不管，你影响我工人工作了。不是，赶紧走，好，你别动手，你别动手，你先回去吧，赶紧走，去吧。好，拿完了过来找你。行，赶紧干活，快点，还想要不要工资了？好的。你不要催他们两个，你不要这么凶。你不要管，你赶紧走。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？好，赶紧走。你们两个小心一点啊，小心一点，快点。喝瓶水。不是，你们打竹笋太辛苦了，来，哎呀，天气这么热，来，叔叔，没事，来，叔叔，来，哦，谢，那个他也有的，哎，辛苦了，没有，为了钱，对，为了钱是不是啊？对，挺辛苦。小月，大明，来，你们两个休息一下，喝瓶水。休息一下，哎呀，这么辛苦。我给他们都买了。叫你们在家里面休息，你们也不休息，这么辛苦，对不对？不辛苦的。好，慢点，你们两个。哎，你怎么又来影响我工人工作了？我没有影响。你们两个咋还有心思在这里喝水？哎，影响我工人工作了，全部都坐在那里喝水。不是，我给他们买水，人家这么辛苦，你看天气这么热，喝口水再干也没事吧，对不对？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？这是我用钱请的工人。不是你用钱请的工人，人家这么辛苦，你没有给他们买瓶水，你还在这里说什么事？我给他们钱了，我请的，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？你们还想不想干？还想不想要钱？坐在那里喝水？不是，人家坐在那里喝口水怎么了？休息个几分钟再干也没事呀，对不对？天气这么热，你一个老板天气这么热不给他们买水不说，你还凶他们？老板不是这样当的，你把自己的员工爱护好了，他们才对得你这么忠心，知道吧？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？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？你看你给他们买的水都坐在那里喝水了，活没干出来，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？不是责不责任的问题，那我问你，天气这么热，万一你逼着他们干活，人家喝水的时间都没有，万一中暑或者是怎么样了，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？你作为一个老板，对不对？要爱护自己的员工，他们才能干活有劲。你一直在这里凶，你凶什么心呀？哎呀，不关你的事啊！什么不关我的事？赶紧走！再说了，你们两个干不干？你别动我！滚蛋！不是，小月，我问你，你们两个在这里打零工多少钱呀？40。40干什么干呀？你们两个还在这里，你看这么凶的一个老板，你们两个还在这里忍气吞声的在这里干。宇哥，你先不要说了，你先回去。你干什么干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们先。你们两个要干就赶紧干，不干就滚蛋，还要不要给工资了？干，宇哥你先回去吧，我们干完了过来找你。不干了。我们过干完了找你。干了一天了，就一点点活，我工人干活了，赶紧走，你不要推我，你不要推我，赶紧走，你影响到我工人干活了，我不影响你，赶紧走。哎呀。慢点，给你们两个结工资。哦，结工资完了吗？对，行，来，谢谢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干嘛？我跟他们结工资。你结工资好好结呀！你为什么要捡这个钱？你为什么要把这个钱？爱要不要？一个人40，两个人80，找我20块钱。不是，你为什么要把钱扔在地上？啊？你这个人，等一下，找他20是不是？这个够不够？够是不是？找你20是不是？来，你自己去捡。
你干嘛呢？我干嘛是不是？咱们要礼尚往来，你怎么样对我们，我们就怎么样对你。咱们要尊重别人，好不好？你自己去捡，就像你说的一样，你爱要不要？走，我去。别怕他，知道没有？把钱捡起来。什么？你还要我捡？你别捡，别捡。没事，宇哥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你捡什么捡呀？20块钱，走吧，我们就走吧。不是不是，回去吧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欺负善良的人，知道没有？咱们不惹事，但是也不怕事儿。你以后请你不要这样，要尊重他人，真的。这个人真的。回去吧，宇哥。你们两个不要。你们两个太善良了，为什么要捡这个钱呢？没事的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。咱们回去吧。